要进厨房帮你们做菜了。啊？还怎么还？还怎么还？学校有2000多个孩子，然后我们还有外送一个国小。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，最重点就是一定要保持卫生。最喜欢的节目叫做是综艺亲子堂，耶！阿妈一得丢，阿妈一得丢，回家家个一丢，阿妈一得丢，还有捧场来。哪有人在帮啦啦队唱歌唱这种歌的啦？我不是在帮你唱歌，你不是在帮我加油吗？我不是，我是音乐家，音乐家，音乐老师。疯狂的吹的丢丢当啊一丢。拜托你，大哥，抖音啊，你两个谁冲啥啦？我们在录影啊，就是在录啦。对啊，一开始哎，我知道开始，可是你不要干扰我们好吗？可不可以讲一下你们两个到底在干嘛？我们在干嘛？看不出来吗？打扮出来吗？看不出来。阿嬷到底怎么了？阿嬷，阿嬷怎么没有感觉？对，阿嬷不是啊，你没有接到做单位电话吗？对啊，他前几天就打电话跟我说，你们小时候的志愿是什么？对，然后今天的录影现场呢，又来到这个小学，对，这很清楚嘛，就是我们的志愿。那从小的志愿呢，大家看得出来。打老师？怎么打老师？是，打同学啦。同学，对啊，老师不可以打，要尊重。没有啦，穿着这运动装，希望成为一个职业的棒球员，同时呢，啊，是一个棒球教练。我小时候就想当一个音乐老师，或是当一个歌手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来到学校，我当然是当音乐老师、代课老师啊。对啊，我是体育老师。对，体育老师啊，你是什么？我。护理师啊，我跟你讲，我这是有备而来的，你们傻傻的护理师啊，拜托看不出来，眼镜又都戴着。你看看这个护理师，你看看，知道为什么要当护理师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来到小学就是小朋友很多嘛。对啊，对啊，我就要来照顾他们的那个啊身心灵。你是在摧残他们吧？你是照顾，感觉是在小朋友，是来给小朋友讨命的。我也不能这样讲。好了好了，后来各方的职业都有了。那我们的固定班底小兰呢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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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，不对，你再会一次。啊，有像有像，啊，我是白老虎是。哎，我们现在就是进教室，好，好不好？啊，自己找自己适合的教室，好，上课了。小朋友都在等我们呢，耶！小朋友早安，我是你们今天的代课老师。贾贺，贾贺，啊，里面老师有老师在等你们了，你进去就知道今天要干嘛了。啊，里面真的有老师在等我们。对对对，啊，这么好，好，跟他切磋切磋。来来来，打起来。阿妈一朵丢，阿妈。这里放到区在这里，在这里啊。啊，这里就是老师都在办公的嘛。哦。哦，辅导处的、学务处、总务处、教务处的哈。老师们好，早安，老师早安，哇，好有精神的老师啊！等一下，我们办公桌在哪里啊？我们是新来的代课老师，对对对，办公桌，对对对，哎，老师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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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能有误会喽。哎，老师镜头在那边呢，你可能误会，镜头在这里，你有可能误会喽，没有没有，今天没有代课老师啊。我是负责体育代课部分的，所以我们是正职吗？正职吗？正职要考试哎，不可能哦。所以现在就要考试了。你们今天啊是来帮我们厨房工作的厨房工作人员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国小，是来当什么营养午餐的工膳人员？对，到厨房去工作。所以呢，等一下我就要带你们去厨房换衣服。去厨房换衣服啊？对。啊，我都穿这样，不能让我上一堂吗？一堂的。不行不行。
行不行。哎，他准备很久了。那你穿起来你算蛮像的呢。对啊，没有啊，我就看你最像。我们护理师跟我们都是学校的医师人员。是啊，说到这个厨房，我是你怎么样？你是太早起是不是？有点累。说到厨房，对我来说也是蛮熟悉的啦。这样哦，看起来手艺很好的样子。看看而已啦。没有，我有丙级厨灶的。丙级厨灶，丙厨灶啦，当厨灶，厨房的厨啊，厨师厨灶，厨灶，厨师厨灶，那很好。等一下最难的那一道就让给你。对，不要在这边聊天了。既然营养午餐，他们孩子的肚子是不能等的。对，好不好？对，很重要。午餐现在从7-8点就要开始弄了，这么早？那么多人，那么多人，哎呦！好，那我们赶快准备一下，准备上班去厨房。走，拿你的厨灶去厨房。换装完毕，在等待厨房准备的空闲时间里，我们来问问同学对学校营养午餐的想法。不是要先进厨房，被做菜啊？还没，现在还没啦，其实还没到啦。所以要干嘛？现在要干嘛？我们先来找同学，跟他讲说，今天呢营养午餐呢，我们要为他们准备哦，让他们有心理准备哦。如果说这个时候还早，要叫妈妈送便当的话，还来得及。买便当，要跟他们讲只有今天而已。他说明天又想吃。吃又想吃，没有吃的季节限定，会有人吃的。他当然会有，哎，这屌屌嘛，这么有信心。对，当然了。先来问一下，感受一下啦，好，了解一下。他们还在上课。几年级的？六年级耶。对，六年级算是他们抵抗力现在都有了。没有那么糟糕，没有那么糟糕。身心都很俱全。对，不要影响他们。来了，可以午睡。下课。他们的钟怎么会是这个？对啊。是这个没有，以前我们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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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这个。后来我国中就这个了，真的。我小学是。你小学是？不用在那边假装自己很年轻的，哇塞哇，了不起。我记得国中是这个。下课了，可以打扰一下。对啊，哎，嗨，老师好，可以跟你们聊聊天吗？你们刚刚上什么课？上什么？上了数学课。数学课。睡饱了吗？有睡着吗？精神很好，精神很好。你们有吃营养午餐吗？有全班都订吗？对，全部都吃营养午餐。你们有没有人是爸爸妈妈带午餐的？没有营养午餐。没有，全部都营养午餐。那你们喜欢你们学校的营养午餐吗？说实在的，你们喜欢吗？喜欢。讲真的，讲实话，你们喜欢吗？我们换别班，都不诚实嘛！他们是真的喜欢啦。OK， 这样子问好了。你有没有比较不喜欢吃什么？南瓜。南瓜。还有吗？青椒。青椒啊，小朋友跟青椒一样，是不是比较不接受青椒？会不会？啊，没有，我喜欢。有的喜欢呐。啊，有没有最喜欢吃什么？咖喱，学校有咖喱饭，有咖喱饭，意大利面，意大利面，营养午餐有意大利面，真的假的？你们看我们四个今天衣服都换好了，对啊，我们等一下进厨房帮你们做菜了。哈什么哈？最真实的反应，谁哈的谁都有哈，谁哈的谁。听，同学，你有蛤吗？你蛤是什么意思？有吃一下吗？他说你们，你是不是想说你们会做吗？啊，对，没错。啊，你们煮的好吃吗？嗯。然后有存疑呀。啊。有没有很期待？有期待的举手。要做啊。好。有举手的才有午餐吃，其他没有。姐，今天是星期五，对不对？晚上呢，明天就放假了嘛，不要太早睡觉啊。晚上10:15要看名字，我们综艺新时代的节目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那我们去做菜喽。好，我们去做菜了哈。拜托你们别再为难小朋友了。访问完了，赶紧去找杨老师，看看厨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吧。
那么大锅。对啊，很大的厨房啊。对，而且锅子很大。其实这是中央厨房嘛。对对对，我们学校有2000多个孩子，然后我们还有外送一个国小。还外送？对。2000多个，那我们今天煮的就要给2000多个吃。对，今天呢要做的菜呢很复杂哦。真的？对，我们学校呢有一个佛跳墙，很有名也很好吃。你们学生午餐吃佛跳墙？没错，因为我们的厨师妈妈呢还没有到这边来的时候是在做水饺。做水饺啦。哦，对，可以。我以为是板凳水饺，板凳的聚餐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菜是佛跳墙。今天主菜佛跳墙。我想要厘清一点，我们是来这边体验，还是我们体验完，我们煮了真的给小朋友吃？煮了真的给小朋友吃。哇，这样子好可爱！我们要有点小。一级厨师证照的。对，但是那个还是有差，真的。就是因为丙，其实丙级没有到那么难，因为佛跳墙已经是乙级了。哦，佛跳墙你也懂了哦。可是只有你有执照，只有你有厨照，我们都没有。我们只有汽车驾照。对。所以你们呢是当厨师的助理。哦，厨师的助理。对。OK。洗菜啦，切菜啦，帮忙腌肉啦。对。应该很多。嗯。这个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菜色内容好了啦。今天呢，主菜佛跳墙。对。副菜有藜麦毛豆仁哦。哦。藜麦呢很健康，纤维很多。毛豆。植物性蛋白哦，对，最高的就是毛豆，了解了解。然后青菜呢，我们有现在盛产的油菜，哦，对，季节时蔬。主食呢，我们要吃全谷类，所以给小朋友吃食谷饭。哇，吃得到营养，又吃得到美味。对啊，毛豆仁给你好了。好啊，油菜给我，你去煮饭这样。那佛跳墙呢？我们今天就请文琪来帮我们带给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哦，你很麻烦。叫你做一下，你这样子给我航空。我说 OK。好好好，不要的话，我们想个办法来解决一下吧。好，想办法。你先解决好，那我看一下。好。这么忙啊？那我跟你讲，出个题啦，来答题啦，谁答对或最接近答案的那个可以先选，这样好不好？不要用私交帮你。因为佛跳墙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对，那你们可以帮我们准备个题目来。有来，题目来，来。哇，这么刚好，这么刚好，刚好就有啊，好像都准备好一样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做他们非常用心，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全部超前部署。你看每个人都是穿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是真的是来做菜给小朋友吃，而且你看我的手是淤青的。哎，干嘛？因为我们不是说来这边做菜就可以做菜的，你要先去做检查。哦，是要抽血。我们是真的有备而来。我们是真的做完检查的。对，好来。好，请出题。出题哦，最接近答案的可以先选菜色。好，来，请问根据教育部所公布的学校营养午餐食物内容及营养基准，建议国小4年级到6年级摄取的营养热量为多少大卡？请作答。好。太简单了啦！好大卡，请作答。拜托，好，这个太简单了啦！一起亮！哎呦，丙级，数到三哦，数到三哦，一二三，4803386866，2000，你是在屌啥哦？等，我2000了。2000是 CC 的水，你听我说，因为我昨天吃洋芋片，我想说一包就是3-400大卡了，哎，对不对？对啦。那这样一整天吃下来的餐应该是要有2000吧？而且你不能这样子说他，我们的对象是学生，他的对象是那些动物啊，他是驯兽师，他是驯兽师。要来煮营养午餐。好，答案是答案。来，正确答案，国小4到6年级的营养热量应该为770大卡。Oh my god！ 大赢呢？可以吗？没有，我很接近，我很不会啊。难怪他是丙级，丙级独照没有考数学哦。Oh my god， 他赢了，他差1000多最远的，他最远的。Oh my god， 你吓到我了。Oh
my god， 你还要开几个节目 ？Oh my god， 哦，厉害！哇，不简单哎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你最赢，你最赢，那最赢的，最赢的就选佛跳墙。那他自己选，你自己认领。我跟你讲啊，我就选佛跳墙，因为我只有做过一次。真的假的？他的那个顺序很麻烦。那你选什么？动作要快一点，动作我来不及啊。哦，油油菜，油菜，好，油菜，油菜。他选好了吗？好了，到了。道人，好，水煮蛋，好，哎，你不是跟我刚刚喝醉的一样吗？白忙一场，人生就是这样白忙一场。八点了，你自己看八点了。好了，几点？几点？三个小时，赶快，赶快！我要先洗手，我要先洗手，戴手套，洗手。哇，切菜了啦，哎，切菜，他最会了。哇塞！这个有危险性的，所以刀要拿好。交给我，交给我。然后这个是游泳池吗？对，菜的游泳池。是我们洗菜要三个槽。哇。对，菜要洗三遍才可以放到切菜机。哦哦哦。对，所以你先把这个油菜呢，这样子拿一把过来，把这个头去掉，再放到里面。哦。对，把它头对齐，不能切这么多哦。好。也要看它的量。对。好。再把它放到这边。哇！哦，太会了，太会了。我们这个蔬菜呢是有产销履历的哦。对。好，那这里就交给你了。你说这里吗？这里吗？全部有100多公斤哦。六桶。烫，我要赶快，现在已经八点半了。来不及，赶快。哎，其实啊，我小时候啊，很不爱吃营养午餐的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很方便。我觉得营养午餐超不好吃的，可是我后来爱上了。为什么？超爱的。后来我去成功岭当兵以后，我觉得营养午餐好好吃。比较，那个人不要有比较。你过太久了，你过了大概十几年、二十年才知道。对，我才知道原来我那时候吃的营养午餐这么好吃。对。我昨天也问 Queenie 说，你喜欢学校营养午餐吗？他说学校营养午餐青菜。超难吃的，只有爸爸今天吃负责青菜的部分，我一定要煮出好吃的青菜给小朋友吃。菜看起来是很简单，但是一次要切2000多人的量，不停重复一样的动作，真的相当枯燥。耗子要小心点儿，不要睡着了。接下来看看文琪的状况如何。哦，用力搅拌呢。会上常见的佛跳墙，光主要内容物与配料就有20几种，将各种食材的鲜甜微煮融合在一起，光用想的就口水直流，只能说现在的小朋友还真是幸福啊。
空调的地方哦。哎、真的嘞，有冷气耶。对，有冷气，有冷气。这是我今天的师傅吗？对对对，他要带着你。哦。我们明阳。明阳大哥啊。对，陈大哥。陈、哦、大哥厉害厉害。哎、欸，大哥今天蛮特别的一个造型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大哥是很酷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戴墨镜。哦，这怎么戴墨镜呢？怎么戴墨镜？因为我们大哥小时候，就是眼睛上面。比较看的视力比较不清楚哦，这样子对，所以就是要戴着墨镜，才看着修畏光比较保护眼睛一下。对对对对。好，那明阳哥嘛哈，那今天来跟大哥一起来做这个米。对。好啊，要搬几包？三包。啊，三包米。好好好，来我来。啊，这个就一起。好，这个一个人拉不下来吧？对，这米一包是30公斤重。哦，有重量的哦。30公斤，对，大概你的体重两包就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嘞，哦，差不多，对，差不多，啊，就这样，然后我就推走，对对对，我们就，好，我们推走，去洗米，好 ，OK， 我们要推去哪里呀？哦，有电梯呀，对，要刷电梯，哦。要搬的，对，好辛苦。厨房专用的电梯，哦，送餐的，了解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上来之后就要开始做洗米嘛？对，要做洗米的工作。那平常如果没有我帮忙，明阳大哥都一个人。还有一个美英，哦，对，阿嬷。那因为我们学校是公家机关，每30个就要有一张的残障手册聘请的员工。哦，也保障这些对这些朋友。对对对，所以明阳大哥来这里真的带给我们很多，像这个很出众的工作。有个男生，有一个男生啊，谢谢你，真的很太棒了，太棒了。那我们要怎么弄，大哥？小时候帮妈妈洗米，就是在自己的琉璃台嘛，然后用手这样洗。那现在是2000多个人，你这样手洗是不可能的。哎，科技台啊！哎，他会把米给抽上来呢。哦，真的哦？啊，你一次只倒2-3条而已哦。先倒，不能倒太多。不能倒太多。啊，会碎掉，不能洗太多，洗太久不能洗太多，哦，米会碎掉，米会碎掉，这样，那现在把米洗完之后呢，开关一扳，米就沥出来了，然后呢，要先把它装起来，盛盘起来，因为每个班级人数不一样，所以他们要配置好。对，因为你看现在4年级、5年级、6年级，每个人数不一样，好，所以我们是一桶一桶的煮，一桶一桶的煮，一班一班的煮，对，哦，原来如此。旁边要这样弄，要把它弄干净，哦，不然你看，等一下这里全部都是。哦，好，好，是是是。一瓢半。我刚没有看到这边的水量，大概是，你帮我看。全放。全放。再放。再放。再来哦。这个，哎，对对对，还要稍微给它缓一下，哎，对，它会。等一下，藜麦会先放到我们百万蒸烤箱去蒸。好，百万蒸烤箱。对，这是5星级饭店使用的。哦，好。来，我跟着你好了，姐姐。为什么要叫百万大烤箱？因为这一台150多万。这台150万，对，这台可以买2台车子哎，哇塞！先在这里，时间，我们蒸了25、30分钟，藜麦要蒸个半个小时，差不多，差不多30分钟。好，让它在里面这样烤。我还有20分钟可以休息啊。
为什么？因为我要等我的藜麦烤好，要烤半个小时。哇，可不可以这样？开自助餐了，手起刀落，哇塞，手起刀落，可以吗？手起刀落，好的吗？手起，还没，还没，快了，快了，这越切越快了呢。对，切越快，而且越切越多起来了，越切越多，多起来，太多了啦，好好好，等一下，因为我这一档要赶快把它弄完啦。浩子小时候有吃过营养午餐吗？当然了，我最讨厌吃营养午餐的啦。来这里工作的话，等一下你就可以吃到你自己做的营养。我不要，我要自己买便当，我不要吃营养午餐。哎，我们学校可是全国午餐大赛的冠军呢，真的。啊？什么冠军？全国午餐大赛第一届。还有这个营养午餐还有办比赛的？有，今年第三届。所有学校吗？就报名去参加的学校都是几百队的。哇塞！来台湾吗？而且有奖金哦。真的。
小朋友在学校吃妈妈煮的菜，晚上又回去又吃妈妈煮的菜，好烦哦！妈妈你快跟住啊！他其实是阿姨煮的菜，我们学校的菜呢有妈妈的味道。在秀峰国小待了超过20年的杨老师，与厨房里这些幕后功臣烹调出的营养午餐，美味又健康，让许多毕业校友依然念念不忘，还有许多小朋友写卡片感谢他们哦。接下来最后的工作就是耗子的烫青菜啦。姐姐呢，用那个滚的水呢，把这个大的铁桶再消毒过一遍。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，最重点就是一定要保持卫生，这是最重点。因为有小朋友他也是吃素食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先做素的部分。倒了很多油，加糖，对，小朋友比较爱吃糖，再多加一点啦，甜一点比较好吃。有一些台南转过来的，他们爱吃甜的。关机啦，不要了，吃甜一点比较好吃啦。不要了，要整个倒下去，整个一次烫一篮的青菜。哇塞，哇，以前一次吃一篮拉面，现在是一次烫一篮青菜啊，这样给它弄一弄，然后再这样，对呀、啊。烫一篮呢，全部捞起来，弟啊！哦，分工合作。下不能放，哦，要绕这边，对啊，要绕这边来。哦，哎，你用的不错哎，你 OK 哦，20脸哦，自己先填饱肚子，对，然后再开始就送给小朋友。对，等一下送餐，然后等小朋友来领。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这么想吃营养午餐。真的吗？因为他们第一名呢。啊，对。小朋友毕业之后最想学校什么？就是营养午餐。真的假的？好可爱呀！真的假的？有没有像家里煮的？哦，妈妈的菜哈。对，妈妈的味道。阿嬷的味道吗？我阿孙就是说阿嬷的味道。阿嬷的味道。阿孙啊，你阿孙几岁？4年级，四年级，一年级。他是讲，恁孙咧咱们家咧读的，你来个阿嬷，你今天中岛住，会较歹食哦。回去跟你讲吗？会耶，你等下看到他身材你就知道。哦，跟阿嬷一样，对，很可爱的身材。那这样讲我们就懂了，很可爱的身材。对，他会称赞你说阿嬷今天煮的好吃吗？我回去问他，他说很好吃。从刚到现在，我们都一直都是听到好吃的哈，啊，第一名的。你们都有没有听？从来没有听过小朋友跟你们类似有抱怨过吗？还是会有啊。例如什么？比如说小朋友会说哪一道甜椒啊，或者是说茄子，他们就不敢吃。我们这个很少出现。啊，我们刚刚在来厨房之前，有小朋友就说，他们不吃青椒的。对，对不对？而且变化很多。
你们洗刷了这个三色豆在我心中的罪名，以前我都最不喜欢吃的就是这个。你这个是炒翻了，多用力啊，我很辛苦。你有用心在炒，好吃，豆子是不是？好吃，你看他连动都没动，他连动都没动。有我要动，我动，但是我有个问题耶，不是、啊，我刚刚哦才吃一颗蛋而已，我这边佛跳墙怎么只剩一半？也是哦，不是有两颗蛋不见了？对，奇怪。我很想体验一下这个佛跳墙，而且我刚讲话的时候有两坨啊，我一讲完之后怎么只剩一颗、啊？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是阿嬷给你吃掉？你们量都是给大家吃，基本上是一样的嘛？对，都一样的，都一样，都是一样设计过的。那我想他们分配量应该是一样的，应该是一样的。那，哎，我刚刚我忘了，还没吃完，我吃好快啊！不是我忘还没吃哎。哇！怎么会？我好脏！你们也太狠心了吧！阿翔都已经瘦成这样了，还偷吃他的菜，吃不够旁边还有，不要客气，但要好好注意时间，别耽误到送餐的工作哟。哎，你哭好，对不起。放上去是放在这个番茄，好的，一个番一个半一锅对吧？对，一个半一锅。我刚刚怎么没有看到他在煮汤啊？你有看到吗？好快哦，没有。来了来了，对，有戴手套就是了。他们都要戴手套，你看。戴手套，戴手套。哦，来领便当了，哪一班的？四班的，四班的这里来。哎，你好，嗨嗨嗨，您好。先拿上面这个哈，慢慢拿。这是佛跳墙啊，里面有吃。哎，你好，小心哦。他们应该是，好了，下一个班级来。时间点吃，看起来好像都吃完了呢。你看他们上面画的那个美食，哇哇！老师，我们可以进去采访吗？嗨，小朋友，你们好！嗨，你们好！大家好！你们好！
们现在来做一个例行性的检查哈。你都吃几碗饭？一碗哦，但是都是这么大一碗。我吃一碗饭。一碗饭哈。今天的菜好不好吃？好吃。你现在吃什么？这是什么菜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对不对？青菜，我烫的青菜。烫的青菜对不对 ？OK 哦。好吃吗？好吃。你最喜欢哪一道菜啊？哪个这一道？他说最喜欢哪一道？就这一道。这一道是哪一道？他吃完了。这是什么？肉。哦，三色肉。哎呦，你看他们真的很厉害，有成功。小时候我最不喜欢吃的，为什么最喜欢它？很好吃。好吃哦。哦，啊你呢？你呢？你喜欢吃哪一道菜？你喜欢吃哪一道？也是三色豆吗？那你觉得学校营养午餐好吃还是妈妈煮的好吃？啊？你讲大声一点。妈妈她说营养午餐哦。今天的菜里面哪一个最好吃？是豆子还是青菜还是佛跳墙？全部，全部都喜欢，可以哦。那你呢？你也喜欢全部吗？佛跳墙好吃吗？好吃。你知道佛跳墙哦？你知道？哇，都吃光哎。天哪！那你觉得什么？炖面很香吗？好像还是妈妈煮的。我觉得他们好捧场哦，超捧场的。你都吃几碗饭？我平常没有吃很多饭，我吃很多青菜。都吃很多青菜，今天青菜吃起来有没有不一样？有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说。我觉得比较脆，比较香。比较脆，比较香。我跟你讲，今天的青菜是熟熟烫的。啊，不怎么样，是还好的。看一下好不好？看一下。这个快见底了，快见底了。青菜。好感人。你也喜欢吃营养午餐，对不对？你都吃几碗？两碗。两碗哦，最少都吃两碗。最少吃一碗。最少吃一碗，最多吃两碗。好，这样会有饱吗？那你在家吃都吃几碗？三碗。你在家吃三碗。哦，那你觉得？营养午餐比较好吃还是妈妈煮的？营养午餐可以。哇，那妈妈生气了。这边每一个小问三个，三个都说营养午餐比较好吃，完胜。这真的假的？他们学校真的营养午餐完胜了。我们把阿姨请到我们台上来，阿姨，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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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阿姨麻烦到舞台上面来，好不好？到讲台上面来，各位同学，你们每天吃的营养午餐呢，都是我们台上这些阿姨辛辛苦苦煮的，我们给他们掌声鼓励，好不好？掌声鼓励一下，好吧？你们刚刚说妈妈煮的比较好吃，还是阿姨煮的好吃？阿姨好，这样就欣慰，对，掌声鼓励。